的冰淇淋看到吃不到，这是差不多的事情。来吃辣的冰淇淋看到吃不到，这是差不多的事情。来吃买个冰淇淋坐在小巴黎，放个胡辣妹，每个人都有过去。这里有超多的神父还有修女，旁边曾经有过一个胡辣洋区，胡辣专门出美女，所以要卖冰淇淋又出也又专攻，这叫差异化经济。都玩得超快，大家还要排队卖，我们才叫帅，而且去年涨幅快。你要看到巧克力还是做个好，排队要花很多时间，你能慢慢思考。要飞行员送饼还是菠萝面包，这些都在中正路510号。不辣的冰淇淋看到吃不到，这是常有的事情。来吃不辣的冰淇淋看到吃不到，这是常有的事情。来吃。第六回合，我的学校在今年5月的时候改名叫做辅仁大学，学校才能把辅仁大学冰淇淋，这是一件饶舌的事情。辅仁大学学校才能把辅仁大学冰淇淋，这是一首饶舌的 music。 最有名那根不是那两句，是要排队冰淇淋来自星星，位置在哪里，见识见识辅仁的威力。旁边那座集聚阿姆斯特朗，全部都是阿姆斯特朗啊，你会不会不知道，我们超级屌，对这种话题总是不离不弃。辅仁大学学校才能把辅仁大学冰淇淋，残忍的是兄弟让人不手软，大家叫我泰瑞，自我介绍冰淇淋。辅仁大学叫我名，这给你份老师的光环啊，这个超学有本毕业制，辅仁大学将来派别，以后我们毕业制辅仁大学学校才能把辅仁大学。 Hell yeah，辅仁大学学校才能把了辅仁大学冰淇淋，这是一件饶舌的事情。辅仁大学学校才能把了辅仁大学冰淇淋，这是一首饶舌的 music。